大家好，我是世宗韩语文化园的专任讲师高俊江。本次想介绍世宗韩语文化园的中翻韩课程。对于中翻韩，大部分的学生都有一种迷思，以为它是韩文非常厉害的人才能做的，但中文翻成韩文，其实任何程度的学生都做得到。各位在初学韩语阶段时，都练习过韩文作文，例如自我介绍、周末活动日记等。虽然当时的韩文程度并不算很高，但如果这不是中翻韩，难道是什么？所以，请各位不要把翻译这项活动摆在高远处，而只有向往着。希望大家踊跃参加这个很有趣的学习活动，来一起玩翻译。你正在上或曾经上过中级以上韩文课吗？那么本课程就适合你了。你想上韩文课，但无法连续长期参加正规班吗？那么你也可以考虑来参加本中翻韩课程。本课程每一期为八堂课，进阶式设计，并且每一期的内容皆为全新哦。在本课程里，我们要玩翻译，所以接触的内容都与我们生活有关。你会看台湾的偶像剧吗？你习惯看新闻吗？你喜欢透过旅游来吸收不同文化吗？你本身对医学、科学、经济、政治等各种主题感到兴趣吗？我们都会拿这些分门别类的内容来一起玩翻译。不过，本课程属于入门班，所以有我们不会碰的内容，例如文学、歌词和综艺节目的台词。每一堂上课的时候，第一阶段建立背景知识，针对当日的主题，老师和学生一起进行讨论，以确保大家都有共同背景知识。而这时候使用华语或韩语皆可。第二阶段，了解词汇与文法，老师会教授当日翻译所需要的补充词汇和文法句型。第三阶段，实际练习与回馈，当场进行简短翻译，并且由老师进行批改，最后也会针对大部分学生感到困难或易错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和讲解。怎么样，同学们？听完本课程介绍，有没有心动？请不要把中翻韩想成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我们来一起玩翻译吧！